开始。这是右手遥控器在这边，然后呢要校准右手，右手这边往右上角，左手这边往左上角，同时开开关。啊，这个甚至灯是面的，然后这个屏上有显示，有显示字符那些，然后就可以，然后再就是校准，同时这样的校准，然后就可以放两圈，然后就可以随便按一个微调按键，不管按哪个 ，OK， 灯亮，灯亮，然后对码。OK， 写数据显示零，它就是。然后，如果你是换右手的话，这个屏幕上会写着二模一，这个就是右手，屏上会有写。看不见。有写二模一就是右手啊，这个就是右手油门啦，可以。就是不管怎么说，往右手这边就是右手油门，往左手这边就是左手。但是你我们这小遥控器是不能自己去改油门的，它是它的外观看起来是右手，就只能弄成右手；外观看起来是左手，就只能是软件里面软件只能把它变成左手，不能混的。如果你是左手油门，把它非要改成右手的话，你软件可以改，但是你的外观这样改不了，然后操控起来肯定就比较麻烦，就是这样的。